恭请。佛说九恒经，恭请。佛说九恒经，恭请。佛说九恒经，水相赞，先天真水，净洗莲台，扬之一滴洒尘埃，涤秽消灾，香焚宝鼎，气达先天，微光选客皆祥焉，降见此心前，释迦如来，牟尼世尊宝告，至心归命礼，东华教主，西域圣师，弃皇宫之富贵，爱雪岭之清高，炼成摩尼珠，光照大千世界，尊居兜率地，得披亿万生灵，大法东披，无不精修波罗蜜，梵呗西来，贤之皈依无上道，登传万世，佛日常辉，法纪千秋，黄土巩固，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大悲大愿，大圣大慈，释迦牟尼古佛，慈悲广化天尊。佛说九恒经，本卷。佛在舍卫国，指数给孤独园。佛便告比丘，有九倍九因缘，命未尽便恒死。一者，为不应犯为犯；二者，为不良犯；三者，为不习犯；四者，为不出生；五者，为止熟；六者，为不持戒；七者，为尽恶之事；八者，为入理不实不如法行；九者，为克必不避。如是，为九因缘，人命为恒尽。一，不应犯者，名为不可易犯，亦为以保护不停条。二，不良犯者，名为不知节度，多犯过足。三，不习犯者，名为不知时冬夏，为治他国郡，不知俗宜，不能消犯，时未习故。四，不出生者，名为犯物未消，腹上犯，不服药土下，不食消。五，为止熟者，名为大便小便来时，不及时行，依土煞下，风来时至。六，不持戒者，名为犯五戒，杀、盗、犯他人妇、两舌、饮酒，亦有余戒，以犯便入县官，或嫌死，或垂杖利刃所着刺，或孤饥渴而终，或以得脱，从怨家得手死，或经不念罪忧死。七，为尽恶之事者，名为恶之事，以作恶便反作，何以故？作不离恶之事故，不觉善恶，不计恶之事恶，太不思恶之事恶。八，为入理不实者，名为明行，一理有正实行，一理有县官常例，追捕不避，不如法行者，入理妄入，他家舍中，妄见不可见，妄听不可听，妄犯不可犯，妄说不可说，妄忧不可忧，妄所不可所。九，为可避不避者，名为当避避象，避马、牛奔、车、蛇灰、坑井、水火、拔刀、罪人、恶人，亦于若干恶。如是，为九因缘背，人命未尽，当作是尽，会人当是，当避是因缘，以避乃得两福，一者得长寿，二以长寿乃得闻道，好语言亦能行。诸比丘，欢喜受行。佛说九恒经。
中。